姜粉喷鼻调理严重鼻炎案例。我的鼻炎20多年了，我就接触到药师节喝姜粉，我的鼻炎好多了。我喷了3次，效果就很明显，也不打喷嚏了，流鼻涕也少了。原来是淌鼻涕好多，打喷嚏很多，打开了回来时候手掌一闻烟就不行，得淌，有时候就弄烟一口鼻子，就淌血尿。那这以后这喷了3次，这才1半天就喷了3次，也没连续的喷，喷了3次，这效果很明显。也不淌鼻涕了，打喷嚏也少了，不得基本上不打，就没啥就喘少了，就这点不行啊，一刮风就鼻子就烫烫的，非打喷嚏不行啊。我喷了这3次以后，这基本上不得打喷嚏了，这效果很明显，我是不是很好？我操作过程呢？这个装的时候，这个量呢，喷的量与这个活塞这里边这个距离有关系。对。要想喷的多呢，就这个距离要拉一大一点，那么喷的少量呢，这个活塞的行程要短一些，喷的时候。这样就一下子就喷进去了，啊！要想喷的多呢，这个形成力量要大，哈、啊，就那个。好了，这就行了。喷上有精神了。